请问金鹏牌餐厅安怎行？我跟你讲吼，你这样一直行，碰到壁了后，左转了后，赶快右转，一直行，你就看到左手边哦，一堆人在排队，已经是邮局。然后你经过邮局哦，就一直行，右手边左转，再右手边左转，已经就是啊啦。阿伯吃好了，讲有法度较紧呢。有啊，三分钟，这位卫衣品面 Q 料多霸大地，汤头干甜皮的，嘛是真破款，吃这味面输山顶海味哦。卫衣品，还有三汤牛肉汤包。牛肉，汉嫩牛肉。